自己要认真修，看到别人不善，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批评，不要放在口上。为什么？保持自己的清净心。你要放在心上，你的心不清净，变成一切不善的垃圾桶。你愿意这样做吗？把自己的清净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天天找别人的麻烦，找别人的过错，啊，一动念一开口全装进去了，装的太多了。装得太满了，所以现在想要恢复清净的难了。那其实呢，其实这全是我虚妄的。啊，一粒光子，它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每一粒每一粒都不相干，独立的。啊，所以你只要肯放下，业障就消了。消业障好难啊，忏悔好不容易啊！啊，是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我们同学们很难得，大家在此地发心啊，要修六合敬。六合敬是心的，人人都有的。迷了就不活了，觉悟了自然就活了。那觉悟的人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怎么不活呢？啊，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无二无别。在变法界、虚空界这个宫殿里面，佛放光，一切大众放光，自己也在放光啊！你要不放光，你怎么会存在呀？啊，这个光，科学家叫波动。啊，波动为什么？它真有光。啊，为什么它的体是长极光？它怎么能没有光呢？光从哪来的？长极光，自性本来具足的。啊，所以量子学家称为啊，那个极其微细的那个波动啊，叫光子。啊，它有个现象，啊，被肉眼看出来了，看出来是个物质，啊，但是你要晓得，极其微细的那一动，啊，这个小光子，它里面的能量、信息是圆满的。都含藏在那个极微细的光子里头，很不可思议。啊，我们六合敬真正做到了。啊，确实在我们这个道场比较容易修。因为大家都认清楚了，同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摄宣门里头第一条讲的，同时居住相应门呐，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啊，所以同时具足相应门，这一门是总说。啊，再跟你讲广狭自在，一多自在，这别说。所以一佛刹满十方，啊，这我们叫波动。你看《华严论》观里面给我们讲，讲这个其二用了，啊，从一体里面其二用，二用一个是正报自己，另外一个是依报环境，这叫二用啊。无论是正报，无论是依报，都是在振动。不振动，现象就没有了，就回归常寂光了。它在振动，这个振动从来没停过。啊，它动了。第一个现象，周边法界。科学家现在还没法找到啊，这个波的速度太快了周边法界要记住才动就周边法界了我们的心要好啊一个不善的念头也周边法界了别以为没人晓得知道的人太多太多了没有一个不知道啊，所以不能有不善的念头不能有不善的言语不能有不善的行为自己要认真修看到别人不善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批评不要放在口上为什么保持自己的清净心你要放在心上你的心不清净变成一切不善的垃圾桶你愿意这样做吗把自己的清净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天天找别人的麻烦找别人的过错啊，一动念一开口全装进去了装得太多了装得太满了所以现在想要恢复清净的难了啊，其实呢其实这全是我虚妄的啊，业力光子它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每一粒每一粒都不相干独立的啊，所以你只要肯放下，业障就消了。消业障好难呐、啊，忏悔好不容易呀、啊。啊，是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就是佛在华严经上常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就是自信啊，智慧就是常寂光
量子里面所讲，也就叫量子啊，量子这个小光子啊，它那个光是自信的光。啊，德，我们现在讲能力、才艺，啊，能力得了，向好，啊，说的向好，头一个会想到自己，啊，相貌庄严美好啊。身体健康长寿啊，哎，给诸位说，个个都是无量寿。你现在在迷，你自己不知道，诸佛菩萨觉悟了，诸佛菩萨看你，你是无量寿。每一粒小光子都是无量寿。光子爆掉了，啊，这个念头啊，一念现前时候马上就灭掉了，灭掉以后到哪里去了？又回到长寂光去了，从长寂光升起，还归长寂光，回去了。就现在这个科学家了，在研究，在探讨。它是这个宇宙，十分之九的宇宙不见了，科学找不到了。科学家能找到的大概就是10%啊，那个9%好像膨胀，到最后就没有了。最后怎么没有了？回归长寂光了。佛讲的清楚啊，他们在怀疑啊，世贤们，他们来讲能讲一个方法，哎，好像，哎呦，讲的不会彻底啊，为什么？不是他的境界啊，他们现在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没放下嘛，没放下能证得，那科学家就证得了啊，那我们可以不要去学佛学了，我们跟科学家学就行了啊，他讲的头头是道，他就没证得，他不得其用。啊，如果真正证得了，得大受用啊！所学非所用，这一般人家称玄学啊，你用不上嘛。佛法是科学，科学跟玄学差别是次的，玄学学了自己用不上。啊，但是佛法学了呢，学了用上，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用上了。用上是什么样子？佛在经上说，利苦得乐。啊，苦，三苦八苦全断了。苦没有了，你得大自在，大自在就是乐啊。你自己做得了主宰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